第六题，已知化合物 W 是一种强电解质，甲乙丙和丁为四倍不同浓度的 W 水溶液，若如图为化合物 W 解流出的正负离子情形，请问下列何者最可能是化合物 W？ 我们看到图中所显示，我们的 W 的正负离子比呢，就是2:4，也就是1:2，所以正离子比负离子的数目比是2:4，也就是1:2。那么选项 A 的氯化镁正负离子比是1:2。那么我们的选项 B 的碳酸钾正负离子比是2:1，那么选项 C 的氯化氢的正负离子比是1:1，选项 D 的酒精它是不解离，所以它并没有正负离子比，所以符合我们图上所显示正负离子比是1:2的呢，只有 A。所以第六题问我们说，请问下列何者最可能是化合物 W？ 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氯化镁。